你来了。台湾嘉南大郡乌山头水库建造设计师八田雨衣。我们要在这边盖一座容量1亿5000万吨的大水坝。别切干东西。等水库盖好了以后，你就不用再挑水了。我老娘五千只多的脾气，假使那遐尼简单，也应该水引进来。几百年前都人安尼做啊，那有可能等你？你们错了，我们搞技术的责任，就是要让所有的老百姓都能过得幸福的生活。阿爸。你要学生，我嘛爱管你。厝内底工课爱管做好，透早起来爱管伊打水布田，布完田爱管饲地饲地。八田雨衣，11月13日，八田来了。